透过主任做主献节，主献节嘅意思系天主嘅显示或者系启示感解福音里面主耶稣忠告显示咗三次。今日主献节。然是去祭拜耶稣，小耶稣是其中的一次，还有两次，就是圣诞节耶稣出世的时候，还有下个礼拜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主受洗节，在耶路撒冷路加福音里面每样人去朝拜在马槽里面的小耶稣，因为耶稣是特别愿意启示给那些贫穷的人和被忽略的人。在今日福音有三个人士，他们不是以色列人，是跟着东方的星去找查和召唤耶稣。在这里表示耶稣的降生不单止是为了犹太人，而是为所有人得到救恩。现在我们可以有很多事想知道，究竟耶稣降生在哪里，何时发生的，这三个原始是哪里来的等等。这些原始可能他们是多过三个人，其实马窦冇讲有几多个贤士嚟朝拜耶稣，或者三呢个数字系嚟自黄金乳香满羊呢三份礼物，从呢啲礼物。耶稣被称为犹太人的君王，因为黄金代表耶稣的王权，乳香代表耶稣的神圣，满羊呢这个代表预计耶稣将来要受的痛苦。由耶稣出世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在未来会发生的事。耶稣被他自己子民的宗教和政治领袖拒绝，但是又被外邦人接纳。福音里面的哈洛德王并无因为耶稣的出世而感到高兴，反而是想找方法去杀死这个小孩子，因为他怕失去他在地上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今天庆祝主献节，提醒我们在天主里面是没有外人的，每个人都可以用我们的天赋向天主天父祈祷。
原來天主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母親或者父親，即是說是這個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的兄弟姊妹。那絕拜出生的耶穌，我們會帶些什麼禮物給祂呢？如果我們信任相信耶穌的話，我們就應該愛祂，同聽祂的話，就要彼此相愛，不可以將我們的希望放在權力、財富或者這個世界的物質上，相反而擺在耶穌無盡的愛裡面，那耶穌就會好開心。另一份就是我們送給耶穌最好的禮物，主人家。